我真的压起来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还在这里耶。对啊，昨天的急没有把他踢飞。哎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说真的，我不懂哎。是我们的联盟吗？哇，哎，官方好聪明哦，又新增了新系统了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算了，我忍不住了。哎，这是我们工会的那个呗。那这个呢？对啊，这是工会标记的东西啊。不知道做啥用的。给他标就饱啦。这边是分工会哦，第二个。但是我觉得，可能我们的观众都比我强啊，所以我觉得吼，还是要给你们看一下高端玩家啦。不然我们这样进度太那个了。现在剩铁矿，铁矿 OK， OK 掉就可以结束了。应该是啊。